我们知道在地下一个怪兽从来没有碰过面，我们把苹果送给他，哇，他不吃，喝成金属巧克力，这个超好吃，来一根，他吃了。看一下怪兽到底长得什么样子，让我们开始进入地窖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今天玩的是 VR 游戏 Rick 和 Morty， 这就是小莫的家里边，这个家里边很多瓶瓶罐罐，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你比如说这罐子要花没有花，厨子上面玻璃瓶感觉像老瑞的酒瓶，哦，在对面桌子上有花，说不定这个原来也有花被扔了。来到了后院，后院草坪比较大，院子里还有一个仓库，哇，树木也很茂盛，就是后面没有再进一步扩建。这里还有楼梯，楼梯应该两层啊，为何只有半截呢？奇了怪了。那今天我要打破限制来体验一下他的家，我们参观到此，马上进入车库里边，打开传送门。进入卫生间，前边有一个洗澡间，里边有一瓶液体，我们要拿过来，应该是沐浴露，我把它拿出来做实验，说不定会有新奇的反应。应该怎么进去呢？打开玻璃门，哇，还是一个滑轨的，你们看，哦，挺先进的。我们进来，就在这里，冷水、热水，哦，有水啊！这是热水 ，hot， cold。关上水龙头，咱不能浪费水，拿出我们需要的沐浴露。这件物品是绿色的，除了这个，我们看这个厨子里头还有什么？哇！脏内裤和袜子，这是谁的呢？是老瑞的还是小莫的？竟然藏在这里边了，这里边又不是洗衣房，为何放这里边呢？在这个厨子里头有清洁剂，把清洁剂拿出来，他们俩在一块，左手沐浴露，右手清洁剂，一块做实验，岂不是更好玩？捡起两瓶清洁剂，我们曾经用苹果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普通苹果，咬一口，和清洁剂组合，他们俩开始合成，生成了一个毒苹果，这可不能轻易吃，吃了会出问题的。我们把毒苹果，炸弹毒苹果。老瑞来了，不要管他，进行放大，生成一个大型毒苹果，有请必打，必打，我吃一口，来，剩余的交给你了。 Really？ 是的。 Thank you， 不用 Thank you， 吃吧，拜拜。那么我们用这个绿色液体，我的天哪，这连盖也没有啊，哦，喝这个竟然不会吐，我的天，这个呢？这个会吐，两个颜色不大一样啊，这就奇怪了。把这个和杯子进行组合，咱来一杯别样的饮料，另类饮料开始，把这个杯子一而尽，哇，这个超痛快了啊！再来一杯，用它再来一杯，把两杯混合喝，混合没关系。那么有人问了，如果用这一瓶和苹果组合，会不会产生一些
反应。那让我们试一试，到底能不能行呢 ？Let's go！ 没有，成了巧克力。Very good， 我们进入后院，看后院有什么秘密。打开窗户，哇！后院里还有不少的秘密呀！你们看，这里摆着六酒瓶，地上还有三个瓶子。这是老瑞画的还是小莫画的？这个头像好熟悉呀，感觉像莫爸。拿着我们的激光枪，我帮他们完成这个任务。枪在这里，给我出来吧！瞄准！全部击碎！后院如此宽快，我家里可没有这么宽啊！返回车库。我们知道在地下有一个怪兽，从来没有碰过面。如果我进入地下，会不会看到它的真面目呢？我们把苹果送给他。哇，他不吃，把苹果变成金属的。老瑞来了，喝酒，老瑞，拿一个大苹果和金属扳手合成，开始变成金属苹果，送给怪兽。苹果他不吃，我们给他送个金属巧克力，合成这个超好吃，来一根。他吃了，我们用必达和扳手合成，再来一个，让必达看了车库。我进入地窖，看一下怪兽到底长得什么样子。让我们开始进入地窖。哇，我们进来了，这就是地下了。呜、哦，必达也给我下来了。地窖的怪物到底长什么样子？底下全是黑的，伸手只见五指，其他的什么也看不见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地窖深不可测呀！来车了，我看看车经过。这是后院，原来在地下看地上，是这种感觉。我们躺下，啊，在地下睡个觉，这下就没有人打扰我了。关键是老瑞回来了，他找不到我，哈哈哈。这倒是个好主意，那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，下期视频更精彩，拜拜。